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起来之后要边走边喘，啊，就是拖着蹒跚的步伐，这意思是说，哦，慢慢的，小心翼翼，一定要这样子，缓，缓对，这样子。哎，啊，现在是咻的可以起来了。对，所以说奶油都会看病人脸色。跟病人讲话、哦、会不会中气不足？正面罩啊，这是侧面罩。这是装已经装支架的。对，已经装支架的正面罩跟侧面罩。对，原本应该关节要像这样子有一个软骨，但是病变的地方就这个软骨已经不见了，看不清楚，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黑色的缝隙。嗯，这个地方就是神经的孔道，这个孔道跟它上面比起来差多了，神经就会被这个孔洞所夹住。我一来的时候，陈医师就看到了走路的钉啊，就是会站不起来、啊，马上走路会驼背这样，会就是椅子坐起来之后会这样子哈，站不直，然后要走到这边要坐下去的时候他才会好，就是站起来，包括走路、坐下去、躺都痛，然后就整个是让我晚上睡觉也痛，然后躺下去也痛。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爬山、爱玩水的人。结果因为这个病，因为这个椎间盘推出的问题，我这几年里面几乎都没办法做这些活动。嗯，还好我有听陈医生的话，跟他商量的过程之后呢，他看到我的一些报告、一些数据，就觉得说很确定的跟我说我是哪里有问题，所以我就来做了这个手术。现在呢好到什么程度？刚开刀完的那个晚上，我正常的时间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是麻，双手跟双脚都是麻的，然后也不知道原因，啊，就是手术完之后那天晚上，哎，不麻了，手脚都不麻了，然后就很神奇，就是三天以后，我连晚上睡觉躺下去那个感觉是舒服的，很舒服。然后我希望我这一段时间休息好了之后，半年后或者三个月后，我可以恢复我正常的休闲活动，就是爬山跟潜水。肖女士是因为长期的下背痛以及两侧的臀腿疼痛来到我的门诊。那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们发现她的诊断是一个严重的第四、第五腰椎椎间盘的退化疾病，导致神经压迫。那肖女士其实原本是一个非常活跃、非常喜爱运动、登山的一个女性。那自从罹患了这样的一个毛病之后，他的行动力就逐渐的减弱。那经过了一系列讨论之后，那肖女士决定采用我们最新式啊，安全性也较高的一个新式脊椎手术，来为她治疗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手术治疗早上开始手术，那她当天手术完，中午就已经可以自行坐起身来，那两天三天就可以在病房正常的活动下床。那也在术后的第四天就可以能够顺利的出院。这是一个我们正常的脊椎，我们每一个脊椎的中间都有一个这个健康的椎间盘来支撑我们一个神经孔。那我们一旦有这个足够大的神经孔，我们神经就能够舒畅的支配我们的骨骼肌肉。过度使用产生退化的时候，椎间盘就已经被压扁了。那这样随而来之的就是这个骨刺会压迫神经，而这个神经孔也被这个所谓的软骨刺跟硬骨刺所压迫，这样神经就会产生疼痛的发炎的现象。一般我们所谓的微创手术其实是经椎孔微创的融合手术，一般要经过椎孔，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椎孔以及我们的神经。我们要做椎孔微创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将上面的骨头去除才能够放入支架，但是在放入支架的时候必须有所取舍，不能放太大，不然会伤及神经。那放太小又没有支撑效果，但是我们新式的脊椎手术走的方向是由脊椎的侧面进入，并不会有遇到神经的问题，放一个足够大的支架来给脊椎最好的支撑效果。